小时候，妈妈一做饭，我就喜欢在她身边。干净的厨房里，期待一盘盘美味在她手中诞生。结婚时妈说，厨电还是选老板吧，陪伴我们家这么多年。我当然信妈妈，还有妈最信的老板，我家的第一台吸油烟机。Robam， 老板厨房电器。现在，我也要做妈妈了。